文化局每年甄选宜兰在地文化创意产品，并推出宜兰静好生活品牌，产品包含陶艺、木作、器皿、染织、乐器、服饰等。30家的文创伙伴集结在中心文创园区23号建物，以静宜兰为题展出自己的作品。108年，我们就成立了静后宜兰静好生活这个品牌。那这3年多来，那个相关的成果也陆续开发。那这个品牌其实代表着我们宜兰人的那种自然、内敛、淳朴、慢活的生活风格。那为了要让更多的县民还有外地的游客可以看见我们宜兰最精选的、最严选的、最好的、最有宜兰味的文创商品哦，所以我们特别在农历前呢，来规划这个静宜兰的这个品牌概念展。展览采复合式的方式来呈现，以情境、阅读、橱窗展示来做空间规划，带领民众欣赏宜兰的创意能量，感受静好的美好。那这次的展览呢，我们邀集了30家的作者，展品非常的丰富哦，包含器皿、木作、陶艺、服饰等等。那我们透过情境式跟橱窗的展示方式，然后呢，也特别规划了一个阅读区，那么就是希望游客来到这个场域，可以静下心来，好好体验我们这样的氛围，好好感受一下我们静后宜兰静好生活品牌所要传递的精神。喜爱现场展示的作品，也可以透过 QR Code 连结了解产品特色，线上下单选购，把宜兰味带回家。宜兰新闻记者胡婷汉采访报道。